HSK 1 Lesson 9 第9课 你儿子在哪儿工作? 1 复习 Review 想喝茶吃 米饭下午商店买个杯子这多少钱快那 喝茶 吃米饭 去商店 这个杯子 那个杯子 多少钱 5块钱 我想喝茶 下午 我想去商店。这个杯子多少钱? 今天下午你想做什么? 今天下午我想学习中文。 明天你想做什么? 明天我想休息。下午你想吃什么? 下午我想吃米饭。你有几个孩子? 我有2个孩子。 你们学校有多少个老师? 我们学校有50个老师。Part 2 词汇 Vocabulary 小小猫猫 在那儿那儿狗狗椅子椅子下面下面在在 哪儿哪儿工作工作儿子儿子医院医院医生医生爸爸 爸爸小小猫小猫小狗小学生小学生小商店 小商店猫小猫小猫大猫大猫熊猫熊猫
我的猫，我的猫。在，在家，在家。在学校，在学校。在那儿，在那儿。在哪儿，在哪儿。在这儿，在这儿。在医院，在医院。小猫在哪儿？小猫在哪儿？小猫在那儿。小猫在那儿。那儿，在那儿。在那儿，小猫在那儿，小猫在那儿。这儿，那儿，哪儿？这儿，那儿，哪儿？狗。小狗，小狗。大狗，大狗。我的狗，我的狗。我喜欢我的狗，我喜欢我的狗。椅子，一把椅子，一把椅子。这是我的椅子，这是我的椅子。下面，椅子下面，椅子下面。书下面，书下面。狗在椅子下面，狗在椅子下面。笔在书下面，笔在书下面。在，在家休息，在家休息。在学校学习，在学校学习。在学校工作，在学校工作。在医院工作，在医院工作。你在哪儿工作？你在哪儿工作？我在学校工作，我在学校工作。哪儿？在哪儿？在哪儿？你在哪儿？你在哪儿？你在哪儿呢？你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工作？在哪儿工作？你儿子在哪儿工作？你儿子在哪儿工作？工作，找工作，找工作。在学校工作，在学校工作。
在医院工作，在医院工作。你在哪儿工作？你在哪儿工作？我没有工作，我没有工作。儿子，儿子。女儿，儿子，女儿。孩子，孩子。一个儿子，一个儿子。两个儿子，两个儿子。你儿子，你儿子。李老师的儿子，李老师的儿子。医院，去医院，去医院。在医院，在医院。我去医院，我去医院。我在医院，我在医院。在医院工作，在医院工作。他在医院工作，他在医院工作。医生，一位医生，一位医生。是医生，是医生。他是医生，他是医生。李老师的儿子是医生，李老师的儿子是医生。爸爸，爸爸，妈妈，爸爸，妈妈。你爸爸，你爸爸。我爸爸，我爸爸。我朋友的爸爸，我朋友的爸爸。我朋友的爸爸是医生，我朋友的爸爸是医生。Part 3，课文 ，Text， 在家。小猫在哪儿？小猫在那儿。小狗在哪儿？小狗在椅子下面。在车站。你在哪儿工作？我在学校工作。你儿子在哪儿工作？我儿子在医院工作。他是医生。打电话。你爸爸在家吗？不在家。他在哪儿呢？他在医院。Part 4，语法 ，Grammar。1，The verb， 在。Subject。Plus 在 or 不在 plus word of locality or direction. 我朋友在学校。我妈妈在家。小狗在椅子下面。
2. The interrogative pronoun 哪儿 Subject plus 在 plus 哪儿我的杯子在哪儿你的中国朋友在哪儿小猫在哪儿3. The preposition 在 Subject plus 在 plus word of locality of or direction plus verb 我在朋友家喝茶他们在学校看书我儿子在医院工作 4. The interrogative particle 呢 Subject plus 在 plus 哪儿 plus 呢 or subject plus 呢我的小猫呢我的杯子呢它在哪儿呢 Part 5 练习 Exercise 根据实际情况回答问题 Answer the qu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s 1. 小狗在哪儿 2.他在哪儿工作？三，他儿子在哪儿工作？四，他爸爸在家吗？五，他爸爸在哪儿呢？That's all for today's lesson. See you next time.